好危险哦！他们花了很多钱办了一个活动，猎人去抓岩蟒这样。那个活动花很多钱，结果一整天这样抓下来，只抓了十只。对，猎人太难抓吗？还有99000多只。后来 Nokia 就把它做成手机，贪吃蛇这样子嘛。OK， 好。哎，有什么问题想发问吗，医生？我想要问一号，如果你的狗不乖的时候，你都怎么跟他讲？我就跟他说：“妈妈打。”然后他就会很乖。打打，蛮可爱的。妈打打哦，好，打打，坏坏。二号啊，二号，你问二号了。二号，直接就来选好了，好吧？三、二、一，请选择。哎，只有你选一号，因为我很怕蛇。你很怕蛇？我很怕蛇，但是呢，我看到蛇我会软脚。Kid 都不怕哎。哎，对呀，你对呀 ，Kid 都拿到手上把玩一把，对呀、啊，你们是肖民，我们也是肖民，肖民还怕蛇？好，那我换二号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你一号就选了，一号就一号了，好，不会后悔的。都你选一号就一号，但是有三位二号，所以答案还是二号。对，不选人不是他吗？所以一号是遗珠就对了。好，我们一起来欢迎遗珠出场。姐姐，是你养的、啊、这只、啊？对呀、啊，乖不乖？会不会咬人啊？不会咬人，不咬人啊，很可爱呢、欸。我觉得它很像施加，你不觉得吗？很像迪龙哎、欸，真的。对，喂，英雄本色迪龙。而且这种狗是贵气的、哦，一般看到很多狗有没有？对，狗会想要去玩，但它就会不会。嗯，它不跟恃宠而不与狗同，公的还是母的？母的，母的。哎呦，有生过小孩吗？还没有，1岁半。它叫什么？啊，它跟施加，你比较爱谁？啊，我当然比较我迟疑了，迟疑耶，哎呀，既然迟疑，你有犹豫他就赢了，对呀、啊，你有犹豫，私家会给钱，我要付钱、啊，私家会给钱，私家会给你钱，啊，你要给他钱，所以你表面上爱的是私家了，对，心里面真正是他，对不对？对，他狗永远一辈子不会背叛你嘛，对呀、啊，你们都爱蛇蝎美女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有没有看到？没有，他不爱，他比较爱你现在，他在那床，其实啊，他也是。蟒蛇的食物之一耶！哎呦，哎呦，我你赶快躲起来！兔子，这边先收好，蛇要出来了。小动物，猫啊，都是说先收，先抽起来，先抽起来。蟒蛇要出来了，但是其实中蟒蛇不是最大的，最大的叫森蚺。深染哦哟，亚马逊河深染，哎呦，森林的深，可以吃鳄鱼的那一种吗？没错、哦，那个太可怕了，有没有看到？来，你前面。他没有先把蛇喂饱啊，我很紧张、啊。没有，他刚好。但他带蛇来，今天就是要吃饭，是不是？喂。哎、欸，你长得蛮像饲料鸡的。在后面说是的。不要动啊！一起来欢迎我们二号其他的宠物出场。哎呦！哎呦，怎么会想要养蛇？对啊，就是想养一种，养一些比较跟一般人不一样的动物。对啊，对，哎，它这个是蟒吗？对啊，球蟒。球蟒，球蟒，这开始这未来会长很大的呢。对，会长大。它现在、啊、那怎么办？你现在多久喂食一次？应该是生鸡蛋对不对？还是老鼠？白老鼠，白老鼠活的吗？哇，吃老鼠，活的，吃老鼠，可以喂它死掉的。就冷冻的，哇塞！那两位，我们还是要互动一下，好吧？哈，是我们照顾他，不见得宠物性额头，宠物性额头就刺激了，抛高高啊！好，打排球，耶！亲额头10秒，宠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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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排球，排球，5米高。示范你的，我吗？他有牙齿吧？他有牙齿。他没有牙齿，他当蛇干嘛？对啊，他要吃白老鼠哎，就好像乌龟没有头一样。对啊 ，OK， 好，好，来，你自己也会怕哦？不是，是很冷哦，冷哦，冰的。哎呀，
好，秋唱，好吧，好，呕吐少年，呕吐少年。伊诚会不会像那个公布里面的周星驰、啊？我跟你讲哦，我跟你讲 ，Hello，Hello， 这摇，这一两，哭啊、这一两年。他们这一团叫 Circus， 哦，原来叫 Circus 哦，一个离开了，另外一个剩下 Kid 跟 Eason。对，你看 Kid 就跟坐过山车一样，直接歌扶摇而直上，插了这个老虎只插了个翅膀，是不是？看看你这两年，没有，也没有这样，指数，好，指数，好，都没搞起来，都没搞起来，就看今天这一把。话知道啊！我跟你讲啊，你不要跟他嘴对嘴，你直接含住他。太恐怖了吧！阿内利的削饼的比他厉害啊嘛！哇塞，那个舌头，会不会他都看不见了？会那个吗？会不会像周星驰那样被咬住嘴巴？哇！没要吃你，好好。没有要吃你，好 ，OK， 好 ，OK，OK， 好好好，来，直接。再次。好了，我们。亲他的头，亲他的头，你不用伸舌头了。亲他的舌头。不用，不用，舌头啊！嘴巴闭起来，不要咬下去哦，不要用牙齿哦。二。恭喜过关。吓怕怕蛇就对了。哎，你不怕它到时候养得很大，你要怎么办？你家里还是可以啊，就买更大的玻璃箱。这个多，这个长到多大？比宝特瓶再粗。啊，太夸张了，比宝特瓶还粗。我之前出外景的时候拍过两公尺。今天太感谢了，我们先拿来了这么多可爱的宠物，是还有它的主人，好吧？哎，你看的，哎，太棒了嘛，是不是啊？好，恭喜了，第一次克服了自己的心理障碍嘛，是不是啊？真的。好，再次谢谢你们大家来到节目当中。明天同。本节目由网络女装品牌 OB 严选独家冠名播出。人人都爱曼妙的身材，但是当身材长相落差太大时，他们的反应会是。真的是看女生，我是看在内心哦。Oh my god！ 周一至周五晚上9点，三立都会台综艺大热门。